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他的皇宫随同他灿烂的文明一起声名远播世界。在这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宫里，皇权与阴谋，宠臣与后妃，上演着一出出血腥秘密的杀戮。今天考古学家将为我们还原西汉帝国一座风云变幻的皇宫——未央宫。西安位于中国的中部，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古都之首，有13朝的古都建在这里。在西安古都所经历的朝代中，建都长安的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这些保留下来的古城墙在诉说着它古老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在西安市区西北大约3公里的郊外，2000多年前，这里是西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城所在地，他的皇宫未央宫就矗立在此。未央宫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宫城，根据考古专家探测，它的面积有今天北京紫禁城的6倍之大，亭台楼榭、山水苍池布列其中，它的壮观无与伦比，而它的建筑形制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宫城建筑，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宫廷建筑的基本格局。今天未央宫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能从这片废墟遥想2000年前那个王朝的身影。公元前202年，一个身穿布衣、一身灰尘的人，在侍卫好奇的目光中走进了刘邦在洛阳的大内。他是齐地的平民娄敬。娄敬本来正随队伍去戍边，路过洛阳，听人说刘邦在此，他便前来觐见。刘邦望着这个衣衫破旧的人，有些惊讶。他没想到娄敬是因为定都的事来觐见他。娄敬对刘邦即将定都洛阳的事侃侃而谈。3个月前，刘邦刚刚在定陶登基称帝，对于日后定都哪里，他和大臣们已经讨论过多次。大臣的意见是定都洛阳，因为洛阳是周朝的首都，有着优越的地理和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大臣们起家的地方。当刘邦即将决定定都洛阳的时候，没想到娄敬竟然建议刘邦定都秦故地咸阳的长安县。娄敬的话在刘邦的心里激起了重重涟漪。定都洛阳还是定都关中的长安，刘邦一时无法做出决定。娄敬的一句话反复在刘邦的耳边回响。娄敬说，如果刘邦能够建都关中，即使华山以东纷乱，秦国的故地仍然可以保全。娄敬这句话说到了刘邦的心坎上，所谓华山以东正是刘邦最担心的地方。华山以东属于关东之地，自古关东也是富庶之地，周朝的首都洛阳便在这里，刘邦的大臣们很多就是在这里起家的。随着楚汉战争形势的明了，跟随刘邦起家打天下的大臣越来越拥兵自重，以韩信和彭越为首的武将甚至和刘邦订立事成分地的约言，这令刘邦深以为忧。现在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定都的事关系到帝国基业，刘邦不能不想到以韩信为首的武将重臣对西汉新生政权的威胁。娄敬的一番肺腑之言让刘邦不得不重新思考定都的事。
刘邦就娄敬提出的定都咸阳、长安的事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仍然坚持定都关东之地洛阳，他们的理由是周朝定都洛阳，王朝传了几百年，秦朝建都咸阳，传位不过二代就亡了。但是刘侯张良却支持刘邦，他分析了入关的种种便利，刘邦当即决定移驾关中，建都长安。公元前200年，西汉定都长安，这里就是秦都城所在地咸阳。咸阳是古关中之地，函谷关、武关等四个关塞分布在咸阳的四面，使咸阳形成固若金汤之势。两边的这个地理环境来讲，那关中要比关东要优越得多。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因为关中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周秦的开发，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关东平原，渭河流域自然环境非常好。秦的时候修了郑国渠，酣乐宝书的一个地方，自然环境很好，而且四周都有贤祖客。西边的陇山，南边的秦岭，北边的北部山系，东边有黄河和萧山，这样处于为什么把它叫四关，就是为叫关中，就是因为四边有关，它正好在中间形成一个盆地，易守难攻，就是我们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汉代都城长安位于咸阳的长安县，在渭河南岸，与秦代都城咸阳隔河相对，这里有秦代离宫兴乐宫。刘邦将秦代的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居住在这里，同时命丞相萧何在长乐宫的西面兴建皇宫未央宫。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们踏上了汉长安城遗址，多次进行汉长安城遗址的挖掘。20世纪80年代，以刘庆柱、李玉芳为首的考古专家们开始了对西汉皇宫未央宫的考古发掘。关于未央宫的修建，史籍并无明确详细的记载。从史籍零落的描述中得知，未央宫主要是在高祖刘邦时建成，之后的西汉皇帝只是修补增筑。汉高祖时修筑的未央宫，从刘邦的儿子惠帝以后，开始成为西汉皇帝的皇宫。自从惠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就改为太后之宫，而此前刘邦一直住在长乐宫。公元前198年的一天，高祖刘邦刚领兵作战归来，一身征尘，就被丞相萧何兴冲冲地拽到刚修建完的未央宫前。刘邦看到壮丽的未央宫前殿，脸色大变，他愤怒地质问萧何：天下还没有安定，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建造宫室这样豪华过度？萧何说服刘邦：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不足以表示天子的威严。高祖听了，转怒为喜。2000年前的未央宫，如今成为一片荒寂的原野，它的城墙在地面上已经看不到遗迹。为了弄清未央宫的面积，考古专家对埋在地下的城墙遗迹进行了钻探，结果令人惊讶。这座已化为废墟的皇宫，周长8800米，有5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明清故宫的6倍之大。
这样一个勘探结果意味着未央宫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工程。公元前197年的一天，一大早，刘邦的父亲就踏进了未央宫。他接到儿子的通知，让他来看刚建成的皇宫。这位出身卑微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最没出息的小儿子居然有一天做了皇上。老爷子一抬头，两座高大的阙直插云霄，威风凛凛。刘邦的父亲不知道，阙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阙最初用于帝王的建筑中，汉代帝王崇尚厚葬之风，除了在宫殿之外，在陵墓入口处也建阙。现在保存下来的汉阙大多出现在四川境内。当年未央宫前殿所建的阙已经找不到痕迹，我们只能从长安城遗址中建章宫所留下的残阙想象当年阙的威仪。在宫殿入口处建阙，本意是让百官建阙后反省自己的不足，显示出帝王的威严和对礼仪的要求。刘邦的父亲走上一层层高高的台阶，慢慢接近威仪的大殿。这里就是刘邦的父亲当年踏上的大殿，未央前殿遗址。这些高出地面一米到十几米的台基，是长安城遗址中的最高处。史书记载，2000年前的未央前殿是以龙首山的丘陵为殿台，加工夯筑的。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高台建筑，但只有重要的建筑才采用这种形式。对着大殿呢，我们就开始钻探的。钻探发现它是个东西200米，南北400米这样一个台基。在台基上呢，发现了南北排列的长方形台基，南北长，东西窄，排列三个大殿。所以最北边呢有个高台子，我们叫做后阁，前后的后，阁嘛就是楼阁的阁。这排列了三个大殿。考古钻探证明，未央前殿的台基上由南向北排列着三座大殿和高居北部的附属建筑后阁。皇帝登基、接受朝谒等重大活动都在前殿举行。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宣帝时，昭君和亲匈奴，都是从这里出发。中间的宫殿是未央宫前殿的正殿，在前殿的北面是西汉除刘邦之外的各个皇帝的正寝，也叫宣室殿。宣室殿还是皇帝办公的便殿，皇帝经常在宣室召见大臣讨论大政，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随便进入。史籍记载，汉宣帝常姓宣室，斋居而绝室。这个三大殿呢，主要是他办公的地方。他最高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后阁。后阁现在呢，东西长是143米，南北宽呢16米，高15米。就是这个后阁呢，就是皇帝下朝以后，临时休息和换衣服的地方。这个呢，也体现了那个前朝后寝的结局，这个布局。当年未央宫中最为壮观的前殿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台基和荒草中的柱础石，我们只能从柱础石来想见当年未央前殿的规模。这就是未央宫前殿现在仅存留下来的两个大柱石之一，东边还有一个柱石，这是西边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大柱石，
这个大楚石从这个体积来看呢，各就是它的面积呢，体积都非常大，是花岗岩制作的。它有南北呢有1.2米，南北有1.2米，东西呢有1.1米。这个楚石呢，它的顶面呢呈不规则形状，但是中间呢是比较平，就是立那个柱子的。因为看这个楚石这么巨大，就说明当时上边栽的柱子呢直径呢也非常的粗，也就是说明柱子粗大，就说明这个殿址宫殿的建筑的那个承重量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宫殿建筑是非常雄伟壮丽的。未央宫前殿布局反映了前朝后寝的制度。中国历代的宫廷建筑大多遵循前朝后寝的布局规则，最早关于这一规则的记载见于《周礼·考工记》。其实早在商朝时期，帝王宫室就分为处理政务的前朝和生活起居的后寝两部分，这种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奠定了此后3000余年宫廷建筑的基本结构。未央宫的三大殿排列方式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宫城中主要宫殿的方位配置。所谓前殿，未央宫实际是一个政治性的建筑，政治性建筑就是政治活动的平台啊。政治活动应该体现什么呢？怎么体现出它一个从王国到帝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威呢？皇帝的办公大殿要居中，在最中间，然后呢皇帝的办公大殿要居前，在最前面，然后呢他要居高啊，他在高层上他是最高的啊，体现他有权威。未央宫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的政治中枢，它的三大殿布局一直影响到中国封建帝国结束的明清王朝的故宫，2000多年延续不断。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它的皇宫随同它灿烂的文明一起声名远播世界。在这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皇宫里，皇权与阴谋，宠臣与后妃，上演着一出出血腥秘密的杀戮。今天考古学家将为我们还原西汉帝国一座风云变幻的皇宫——未央宫。公元前197年的一天，一片欢笑声从未央前殿传出。未央宫建成了，刘邦借此机会给父亲祝寿，他捧着玉杯来到太上皇面前，对父亲说：我年轻的时候您老说我不务正业，不如二哥，现在我成就的产业和我二哥比比，谁的大？刘邦的父亲含笑不语，群臣听了大笑，开怀畅饮。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刘邦年轻时游手好闲，到处借钱喝酒，那时的人们经常看到刘邦喝醉酒卧在路边。儿子的话并没有引起父亲的在意，他没有想到已经做了帝王的儿子内心里很在意人们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他的出身。刘邦的父亲绝不会想到儿子的这种微妙的心理竟然会导致帝国的政权走向一个偏离常轨的格局。夜幕降临，刘邦站在未央宫前殿，望着头顶的星空和无尽的宫殿，难以按捺胸中的豪情。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中的这两句诗引起了他无限的遐想。未央宫的未央正是取未尽之意，眼前的未央宫金碧辉煌，一望无际，在刘邦的眼里它象征着皇权永不衰落。经过钻探，
专家们发现未央前殿正好位居未央宫的中间，因为在它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各1200米的地方发现了宫墙，这就是说，皇帝的办公大殿未央前殿是择中而建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上中的思想，天子居中心至尊之位，就意味着替天行道，行事正大光明。这种观念主要是受到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最早贯穿这一择中原则的是周朝周王成的规划，后来各个朝代都承袭了周朝上中的思想。根据钻探结果，专家们绘出了未央宫的平面布局图，发现未央宫的布局呈方形。萧何营建的未央宫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宫城建筑择中重方的观念。他先选了前殿，前殿选完以后再以前殿为中心各向外面放1200米左右吧，形成一个东西2150到2250，东西和南北各那么长的一个方形的面积，这个面积就构成宫城。这宫城过去叫，现在叫，过去叫什么呢？叫那个重方，就崇尚方形的，就从这个时代开始。实际上，这个乾元地方它是古代阴阳学，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一种阴阳学衍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代的统治者都利用这个观念，包括五行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为它的统治。为什么一个朝代它要是金木水火土，它都要来回轮回，它就是一个灭一个。我灭了你，我就是正常的，我就是合法的。未央宫择中重方的这一切特点，都是帝王在皇宫的建筑上打下的皇权至上的烙印，他们希冀用建筑来延续他们王权无尽的梦想。但是考古专家们没有想到，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居然还用另外一种手段，在皇宫的地下延续着他帝业无尽的春秋大梦。公元前195年的春天，一个下人被带进了吕后所在的宫殿长乐宫。这个人自称是韩信府上门客的弟弟，他告诉吕后，淮阴侯韩信要在关中谋反。听到这个消息，吕后异常愤怒。此时刘邦正在邯郸与反叛的赵相国陈豨作战，没想到韩信在这个节骨眼上准备谋反。韩信握有重兵，一直以来是丈夫心头的隐患，此时的吕后显示出了富有谋略的一面。吕后召见了萧何，萧何是西汉的丞相，富有智慧。面对吕后的处境，萧何献出一计，诱杀韩信。此时吕后的身上透出一股杀机。史籍对于皇后宫殿椒房殿的描述充满了女性气息，用花椒或泥涂在墙壁上，使屋内散发出清香，所以古代把皇后宫殿叫做椒房殿。未央宫建成之后，刘邦和妻子吕后一直居住在长乐宫，椒房殿是吕后之后的皇后们居住的地方，长乐宫就成为皇太后的宫殿。考古专家在未央前殿的北部发现了皇后宫殿椒房殿遗址，它由三部分组成：正殿、配殿和附属房屋建筑。椒房殿与皇帝的大朝前殿一样，也是坐北朝南，由正寝和宴寝两部分组成，这与未央前殿是同制的。
椒房殿的配置和布局显示出皇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在椒房殿，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的瓦当。汉代瓦当受秦的影响，以圆形居多，瓦当纹饰有文字、动物、植物及云纹等。椒房殿出土了大量刻有长生无极的文字瓦当，这让专家们想起以前进行的杜陵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长乐未央文字瓦当。看来长生无极是专用于后宫的，在这不起眼的瓦当中也体现了严格的等级之分。考古专家们没有想到，在椒房殿的地下竟然会有令人意外的发现。公元前195年的春天，这一天韩信正随萧何穿行在长乐宫的回廊，他却没有心情欣赏长乐宫的美景。韩信没想到自己与赵相国陈豨相约反叛，还没等自己起兵，陈豨已然兵败。韩信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其实是假的，萧何是奉了吕后的命令跑到韩信的家里，告诉他陈豨已经被刘邦捉住了，大臣们都要去吕后面前道贺。久已装病不朝的韩信只好随萧何进入长乐宫。此时韩信并不知道死亡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这一天，考古发掘进行到了椒房殿的配殿区。眼前的发现令专家们惊呆了，此刻他们还不知道西汉的宫廷斗争已经在未央宫的建筑里打下了烙印。在这座配殿区的地下，专家们发现了秘密通道，这些通道都用方砖铺地，分布于椒房殿的配殿。这些巷道穿行于宫殿地面以下，与宫殿相连。经过许多古代都城考古的专家，从来没有见过在宫殿下建筑秘密通道。那么帝王们建这些秘密通道用意何在？难道真的像人们猜测的是用来进行偷情的？专家们一时无法得出结论。就在此时，从长安城中另一个重要宫殿皇太后居住的宫殿长乐宫考古现场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考古人员在长乐宫也发现了秘密通道。紧接着，在未央宫后宫区的后妃宫殿贵宫也发现了秘密通道。长乐宫是刘邦根据秦的兴乐宫改建的，始建在未央宫之前，看来那时建秘密地道已经在刘邦的打算之中。也许刘邦在建未央宫之前就已经对一些事情有所觉察，从而有所准备。公元前195年的一天，韩信随萧何走进了吕后所在的长乐宫。韩信感觉到一丝异样的气氛。长乐宫里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卫兵，这引起了韩信的一丝不安。难道萧何说的陈豨起兵反叛被高祖捉住的消息是假的？就在韩信刚刚踏进长乐宫的一刹那，两名卫兵突然扑过来。面对吕后，将要被杀的韩信大骂，没想到我一个堂堂大丈夫竟然被小人和妇人所害。刘邦修筑秘密通道，
也许是和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有关。作为帝王的刘邦最担心的无非是帝国的稳固，难道这些秘密通道是和他的江山社稷联系在一起的？想到这里，李玉芳不禁感到愕然，这在目前的考古史上绝无仅有。刘邦平定了陈豨的叛乱，带着箭伤回到了京城。吕后向刘邦述说了杀死韩信的经过。杀的办法也很惨，他是把韩信装在麻袋里边，用这个肘子来戳，硬把他戳死。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韩信在刘邦这个建国的过程立了大功的。从刘邦来讲，他也不忍心于对他旗下这些手下大将刚建国就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当时他们两个有一个约定，就是要杀韩信，就是不见签、不见计、不见切器，就是不见兵器。所以当时就采用了这个，在麻袋里边，也你看不见签，也看不见计，然后也不用兵器，实际上就用肘子把你戳死。知道韩信已经被杀，刘邦内心感情复杂。史记上描述刘邦的心情是且喜且怜。望着吕后渐渐远去的背影，刘邦隐约感觉到这个女人心中的欲望，一丝不祥的感觉在他的心头升起。刘邦没想到他从此开启了一扇欲望之门，这扇门借助他修的地道，通向了无限幽暗与恐怖之处。公元前194年，刘邦崩于长乐宫。刘邦死后4天过去了，吕后秘而不宣。他和大臣沈亦基却在暗中策划一场阴谋，而此时刘邦的宠姬齐夫人却悲痛难免。她知道刘邦已经弃自己和儿子赵王如意而去，自己也已时日无多。这一天，未央宫中正摆酒宴，四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朝见刘邦，刘邦感到非常意外。这四位老人就是有名的商山四皓。四位老人因品行高洁、寅虚好守、隐居商山，而被世人称为商山四皓。刘邦立国以后，一直想请这四位高人辅佐帝业，多次遭到拒绝。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表示愿意辅佐现在的太子，也就是吕后的儿子惠帝。突然出现的商山四皓让刘邦内心凄凉。箭伤日重的刘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曾经几次想废掉太子，改立宠姬齐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是由于大臣们的劝阻，刘邦一直未能实施。现在吕后把商山四皓请来辅佐太子，这让刘邦无法再废掉太子了。刘邦伤感异常，他知道齐夫人母子以后一定会被吕后所害，但是自己又无计可施。刘邦让齐夫人伴舞，自己伤感作歌。鸿鹄鸟往高飞，一飞就是千里，它羽翼已长成，可以纵横四海，它能纵横四海，你又能奈它何？吕后的儿子惠帝继位后，齐夫人被吕后割断手脚扔到猪圈。年轻的惠帝虽苦心保护自己的哥哥赵王如意，赵王还是被吕后杀害。
同时吕后大肆屠杀异姓和刘姓诸侯，分封吕姓诸侯。在吕后专权的几年里，刘邦的直系亲属刘姓诸侯几乎被杀殆尽。从吕后开始，汉王朝埋下了女主祸政、外戚干政的隐患。未央宫里发生的历史，让考古专家们豁然开朗。汉代初年为了接受这教训，一方面部分地恢复了这血缘政治，封诸侯王，一方面开始依靠外戚，典型的就是刘邦，既对这个些大臣、开国大臣不放心啊，又对自己兄弟们也不放心，于是呢就开始信任吕后，因此呢，吕氏家族呢后来逐渐外戚势力开始出现，一直闹到最后汉文帝上台之前，这个一直西汉这一代外戚和这个皇帝这皇室之间的关系，用吧不用了不行，用多了也不行，在这时候呢，我想可能体现在建筑里去。2000多年前，未央宫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和外戚们，正是穿梭于这些地道，进行了他们不可告人的血腥政治活动。这个时候呢，我就理解这宫城里头为什么皇后宫殿里设地道了。设地道是皇帝为了在那，因为皇后的宫、后妃的宫殿是后妃政治活动的平台，后妃的皇帝要通过后妃拉拢外戚势力来支持自己的统治，但是这种东西作为政治活动是保密的，是不需要另一种政治势力知道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在这修一些，为了以防万一别人知道他的一些政治活动和谁来往，修了这些东西。可惜一代帝王刘邦机关算尽，本想借助外戚的力量使江山永固，但他却没有想到这无尽头的地道也延伸了西汉后宫嫔妃们无尽的欲望，他们效仿吕后，期望一个江山大梦。未央宫方形平面的形制继承了夏商以来的宫城方形平面的传统，未央宫集中体现了中国建筑择中重方的观念。未央宫以宫殿建筑群为中心，突出主体建筑，其中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皇帝的办公大殿未央前殿。未央宫建筑布局以未央前殿居中、居前、居高的特点，深刻影响了汉代以后的宫城建筑。未央宫对这个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尤其是皇宫影响啊，非常深远。它而且比较全面，啊，比如这个皇帝办公大殿呢，这个居中，再一个呢居高，它那土台子的高的比现在其他地面都高出15米，而现在地面比原来地面还高出1米到1米5，你可想而知当年它的情况。居前也是一样，它前面什么建筑也没有，就跟太和殿前的除了门就是门，没有一个建筑，啊，这个影响。再一个，皇宫里头还有，比如举个例，有后花园。有水池，比如它有仓池，仓池里有建台，这套制度都是一直影响到后代的。比如北京，我们知道北海、中南海，把海搁进去，把山搁进去，水搁进去，都是它这套东西。未央宫历经高祖刘邦以及以后西汉诸帝的修补增筑，汉武帝时期未央宫达到鼎盛，殿台楼阁达40多座，殿门81。长安城成为当时与罗马相媲美的世界性大都会。西汉帝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灿烂的文明，缔造了规模宏大的未央宫。未央宫的建筑艺术也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建筑，未央宫由此成为西汉帝国一个强有力的划时代标志。世界多方呈现，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关乎每一个生命。天地广阔，万物自在，生命之旅即将启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这一天，考古专家在一座建筑的半地下房屋内清理出土了这样的一枚枚蜂泥，它们竟然达到了上百件之多，其中大量的汤官引笺章引起了专家的注意。汤官引笺章蜂泥出土数量多达54件，而且集中在传达室内发现。这些汤官引笺章是做什么用的呢？解开他们的谜底，这座建筑的功能自然会浮出水面。喝酒吃饭，古代叫喝汤啊，汤官就是管吃的，啊，饮是管什么的，管喝的，饮什么的，饮是饮酒啊，汤官官底下处长底下测科长，啊，汤官底下管吃喝的人底下叫汤官，这吃喝指宴会啊，不是一般吃喝。啊，然后里又有个引荐，荐呢就相当于比官要小一级的，啊，监是监察的监，引荐，章就是说这个官府里头拿出的东西，贴的封条上盖的章，搁在哪儿呢？搁在那个少府的一个我们发掘一个遗址的这传达室里头。看来这小小的印章是引荐专用的，是对皇宫的饮食起监督作用的。这么重要的印章，又为什么会出土在传达室呢？这个传达室正好在这个遗址的最前面，我们一看就知道，封泥是什么的？封泥就是封条，贴上封条了。那领导人吃饭怕中毒啊，啊，因为现在怕中毒，但是还有个责任问题，出了事谁负责？到打封条的，把这封条用泥软泥搁上头，然后呢盖上印，它硬了，那东西就叫封，封是封条的封，泥是泥土的泥，在这留下那印章的字，就这印章的字呢，就什么印章呢？写着汤官。为什么出在传达室呢？送货的人要交货，交了货要验收，验收完把东西都放在这儿了，啊，因此知道这个地方干什么的。哦，这地方是请客吃饭的，是办公厅安排宴会的地方。汤官引笺章的出土，就更加证实了专家的推测。他们所发掘的四号建筑遗址，应该就是未央宫的少府遗址。这个大规模遗址就是未央宫的少府遗址。少府是汉代九卿之一，专门负责管理地市财政和皇宫供养，它是皇室的总管，也就是说，掌管着未央宫正常运转的就是少府。少府机构众多，它分布在未央宫的西北部。在少府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王莽货权，这证明了少府建筑使用的下限时间，也就是王莽时期。公元8年，外戚王莽让自己的儿子在未央宫逼迫太皇太后交出了玉玺。王莽的姑姑王太后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亲手提携的侄子，竟然有一天要与自己争权。公元9年，王莽称帝，未央宫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少府遗址是距未央前殿和交房殿遗址最近、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遗址。建筑群的主要殿堂和房屋地面都铺置地板，这在以往的古代建筑遗址发掘中较为少见。未央宫少府建筑毁于王莽末年长安城中的战火，在发掘这座建筑时，发现有大量红烧土，许多砖瓦已被烈火烧结成流渣状。
少府遗址延续了皇室的建筑布局，都是主体建筑泽中居前。这一天，在一所封闭式大型院落的建筑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极小的像是饰品的骨片。这些骨片一开始并未引起考古人员的过多注意，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骨片的出土数量竟达到了50000多片，这让他们意识到这些骨片极有可能不是装饰品。而这种骨片呢，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就长差不多5至7公分，宽至2至3公分吧，那是骨头做的，但是字呢看不清楚，因为上面呢都让土锈给锈满了，一点字也看不出来。当时就是说是干什么用的呢？周围还有个小窝，那个骨片中间还有个小挖进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看来呢，这么大量的这些东西出土，也绝对不是什么骨饰品。这些小小的骨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考古人员一时得不出结论。然而当他们把骨片拿到室内经过处理以后，有了令人惊讶的发现。拿到室内以后，把经过处理把土锈去掉以后，才发现有字。这些骨签上面刻满了字迹，字迹很小，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仔细辨认，它们就像是微型胶卷。在那样一个久远的年代，人们都是借助木简来书写，而费尽力气在这些坚硬的骨头上刻字，一定是想保存一些秘密或者极其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些秘密的内容到底会是什么呢？刘庆柱联想起古签的出土位置，它们大多出土于房屋之内，而且多集中分布在房屋的墙体旁边。他推测，这些古签应该是放置在这些房屋内靠墙而立的架子上。都在墙两边。当然说了，古签那边墙两边呢，应该都在墙里头啊，在房子里头啊。房子它可能靠墙，墙一倒，如果倒在房子外面去，那不都倒墙外头了吗？如果倒在这房子一塌，被火一烧，哗啦一下它往两边倒，它不是光对一边的。因此我们后来一统计的出土位置都在这房子四周，大部分在房子里头墙的四周，因此怀疑它跟我的房子一样在架子上的房子的。而且里头还是分有分工的，比如这个地区放西南地区的，那个地区放华北地区的，就跟现在档案馆一样，它分地区的。刘庆柱和李玉芳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字迹，他们试图通过骨签上刻制的微型字迹来探明这些小小的骨签所隐藏的秘密。然而这些字迹由于微小很难辨认，在这些长只有5到7公分的骨签上，刻字最少的有4行，而刻字多的竟达44个字。根据刻字内容一看，它一个是它时代都是西汉时代的，大约前后延续了100多年，早着能到汉文帝甚至更早，晚的到西汉晚期，这么长的时间都是什么内容呢？都是关于当时用现在来说都是关于武器的。写着年代啊，写着人名啊，官名啊，写着工匠名字啊，记载什么东西啊，然后从哪儿来的呢？从当时3个地方，一个叫河南公关，一个叫颍川公关，一个叫南阳公关。汉代有记载叫三公关，1、2、3的3，工是工业的工，官是官吏的官，这个就相当于中央直属企业，在现在什么地方？洛阳、南阳和平顶山，在这些地方给中央直接定做的一些武器的记录。刘庆柱和李玉芳由此断定，这些古签是作为秘密档案保存下来的。那么这组宫殿的主要职能是收藏作为国家或宫廷档案的古签，也就是中央官署遗址。他呢恰恰这笔档案非常重要，在哪？一是级别高，中央档案；第二呢，
比较完整，啊，保存了一百多年。第三呢，对恢复当时的行政管理制度特别重要。未央宫中央官署出土的古签被誉为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因为古签的文字内容直接与皇室和中央政府有关，意义非同一般。此后，考古专家还陆续挖掘出未央宫的角楼，从角楼出土的兵器可以想见2000年前的未央宫戒备森严。然而，就是如此严格的军事保卫，也未能令未央宫逃脱灭亡的厄运。王莽新政几个月之后，农民起义军攻进长安城，王莽被火逼至未央宫掖庭，终被起义军杀死。未央宫遭到大火的焚烧，此后日渐衰微。数百年后，唐代诗人李白来到未央宫，望着咸阳古道西风残阙，写下《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